峰，也算是打不死的青蛙王子。叱咤业界40年的他，一路走来，从巅峰荡到谷底，还积欠了一屁股赌债。不放弃的个性，让他在模仿节目里红了回来。他模仿前行政院长张俊雄跟星云大师，惟妙惟肖，让人印象深刻。而最近几年，演艺圈 A 咖 B 咖的分级口头禅，也是他带动的，成为了流行。为什么不可以？我为什么要道歉？为什么要道歉？我告诉你哦。2000年开始，台湾演艺圈吹起政治人物模仿风潮，不少艺人靠着模仿一炮而红，也让演艺事业走下坡的高凌风谷底翻身。那七大寇，那你说那人选吗？我告诉你啊，为什么他们会当选？只能说台湾的选民啊，素质太差。今天为什么国青没有办法跟你们民进党斗？道理非常简单，因为国青理性，国青善良。这么国青是要脸，我怎么发现这个张家经常吵架，哎呦吵得叽叽喳喳的，隔壁左右都受不了。但是这个李家的从来就不吵架的呀。啊，张家拢会冤家，啊李家直接顶高机。从政治人物名嘴到佛光山的星云法师，高凌风演什么像什么，尤其他模仿的前行政院长张俊雄更是惟妙惟肖。我求你醒来吧，雷蒙啦，阿诺雷蒙啦，什么？我们知道李亚平，也就是于天的夫人，唱了一首歌叫《醒来吧，是雷蒙啦》，轰动一时。是有人说学的惟妙惟肖，都是很像。有人说，他都说是很多的债务啊，因而偿还。我说是大概夸张了。那时候我重回演艺圈，没有什么成绩单嘛，就在想要怎么样突破啊，能够在有点那个叫镁光灯照过来的感觉，叫过来叫过来都没有了，没有人要照我啊，也没有出唱片。就后来我就在想，哎，这里面。这个角色怎么都没有人演呢、啊？就是那个张俊雄张院长的角色。因为模仿张俊雄，让高凌风得到许多演出机会，也把800多万赌债还清了。只是当初为了争取模仿这个角色，他可做了很多努力。他花一个月时间，不断的看，甚至去模仿张俊雄的手势。那我一看，张院长出来讲话了，我就帮忙把他录下。录完了以后，我会，我就自己也录一遍了。蛮像的。我们就接到这个高大哥打电话来给我，志文呐、我会模仿张俊雄啊，他就拿定妆照出来看，我说哇，那时候我真的觉得叫惊为天人啊。为了生活，演艺圈大哥不得不放下身段，自己毛遂自荐，没想到一炮而红，而且搭上当时政治热潮，只要有选举场子就会看到高凌风。有没有搞错？前行政院长现任民进党秘书长张俊雄居然参加清明党的造势活动。由于台北市的选情，我们李应元硬不起来，所以总统觉得我胡显无力。大米灰啊，大米灰啊。但后来随着张俊雄前院长的下台，高凌风顿时失去模仿舞台。不过他很康康在2007年第42届金钟奖颁奖典礼上，即兴的 A 咖 B 咖论述，为后来台湾演艺圈兴起一阵高大哥呢？你说我只剩一个节目，说我是 B 咖嘛？啊，对啊。那你一个节目都没有，你不是 C 咖，你是什么咖？蒋元嘉、董家嘉哥一行是 B 咖 ，A 咖、B 咖，我还要你来教啊？我就是 B 咖，做太久想跳出来做 A 咖，才剩一个节目的嘛。只不过青蛙虽老，还是想蹦蹦跳跳，于是高凌风开始筹办个人演唱会。连歌带摆还得学 rap， 学唱周杰伦的歌，边唱还得边耍双截棍，看得出来他很热爱演艺事业，而且这一蹦一跳，意外地快跳过台湾海峡。那片晚上有美丽的月光，没和你走在小路上。只是到了对岸，才发现大陆人对于《冬天里的一把火》这首歌，一直认为原唱是费翔，于是纷纷。
翔是我们台湾艺人当中第一个到大陆，尤其是在央视的春晚上面演出的艺人。哎，第一次听到这个歌，而且这么好听，所以对很多大陆的观众会以为《冬天里的一把火》是费翔的歌。不过老青蛙总有办法让观众把目光聚焦在自己身上。2010年，他和吴宗宪、康康三个人共组男子团体三大男高音，在上海体育馆热闹开唱。三大男高音他们比较走的是一个综合了秀场跟综艺节目的一个方式。三大男高音顾名思义就是高音上不去，低音下不来，中音不稳定。除了有好听的歌曲可以听，还可以看到好笑的表演。一2010年，一连在北京、上海、厦门三地巡回演出，虽然受到好评，但仅3万人次观看，在大陆演艺圈成绩算平平。不过三个人还是把表演搬到金钟奖舞台上。真的吗？宪哥、高大哥这个说法是真的吗？站在中间谁就是掌声最大吗？哇，你要早讲啊！怎么现在才讲？其实我站在哪里，哪里就是中间。其实我认为三大男高音是高大哥的第三春。在演艺圈闯荡39年，虽然历经了巅峰和谷底，当年潇洒的青蛙王子现在变成老青蛙。他说体力许可下还要到处演讲，提供人生谷底翻身的经验，明年还要开演唱会。